Hello，各位朋友，一首旧书，贾上发现一本书已经尘封几十年，为何买下这本书？深入追究无意义。翻开书本仔细看，图文并茂，很精彩。应该当时是繁忙，各自哪里便收藏。书本仍似新一样，当年情怀已不在。多谢各位。